蹭点饭。安伦来了吗？你哪天过来蹭饭不好，偏今天过来。谁来了？哎，阿姨。哎，来，我给您买的。哎嗨，今天家里来客人，真是不巧。你丁老师正在厨房忙呢，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，改天。不是，阿姨，是这样，我这次来啊，我不是因为电影，工作上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太久没吃丁老师做了饭，甚至想念，而且这两天没吃饱，肚子正好，过来蹭点饭吃。现在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安总，啊，安总监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哎，宋阳，你也不是第一回来，你就上那儿坐着喝水去吧，让厨房他们忙就行了。不是，丁老师不是腰不好吗？我多帮帮忙。哎呀，你也不会，你就上歇着去。虽然我不会，但是你看安总监不是在这儿吗？他指哪儿，我就能打哪儿，绝对没问题。你相信我。那是安伦，你说头一回来就让你下厨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你喝咖啡还是喝茶呀？都行。哎，那我喝点茶。这儿呢，去，默默给安伦沏杯咖啡吧。哎，那个你别忙活了，你休息，你这个腰。您歇会儿，我来就行。行，我来，都交给我跟安总监啊。你有什么直接吩咐我。来，嗨，茶会吗？来，我那个，哎，那个安总监，你说人家那孩子真是出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哈，这孩子真能干。啊，你试试，让你试试。哎，感谢一下你对他的指导。拿块牛排。什么什么？牛排，拿块牛排吗？在哪呢？啊，牛排，在冰箱里，你看看。业务挺熟，业务还挺熟。这行吗？行，吃几分熟啊？几分熟，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哎，默默，你是几分熟来着？那我吃啊，七分，我知道，你看我多了解。安总，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牛排的，能我来个五分熟的行不行？再拿一块吧。行。我也比较喜欢吃牛排啊。吴伯，提前庆祝了这是？啊？这些日子，松阳是经常上我们家来的，我也不拿他当外人。那个什么，我们大家伙一起欢迎安伦的到来吧。对，谢谢。我跟默默，欢迎安总监莅临寒舍。来，快吃，你们尝尝，快吃。好。我听默默说，你在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金融，然后你把那个历史也都兼修了，还都拿到那个学位了。我就是感兴趣，没什么。哎呀，真好。松阳，你真得好好跟人家这个安伦学学，门门通，门门精。你说咱这以后你这专业上是不是也得往这个精通上走啊？是吧？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是，那个。我不是有默默在我身边吗？他可以辅导我，所以任何的阻碍困难我都可以突破。